ยามกลางคืนมานกยุงก่อปอกมาเศร้าโป้ใหม่หันเสียงเข้าห้องนั้นคุณเฮาฟังสองอดปลาไหลน้ำตาบ่อตกก็ใหม่นกยุงเฮาเย้ยอยู่ที่ไหนจ๊ะ浩然还没回来啊？打手机了吗？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去找他。哎，别去了，没用。哎，我这个当哥哥的真的是很惭愧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雨露啊。我希望你能原谅他。这浩然啊，可能就是这么个人。当他专注干某件事情的时候，最容易忽略别人的存在。我也是经常劝他不要那么自私，可他就是不听。我觉得你们俩太不一样了。不过他还是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心软。俗话说，吃软不吃硬。因为像他这种向往自由的人，最恨的就是别人逼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人在环境的面前是脆弱的。往往我劝他干某件事情的时候，都先顺着他，潜移默化的先给他换个环境，然后慢慢的把他引到你的轨道上。虽然这费点时间，但恐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好了，你会得到他的啊。行了，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你自个儿慢慢等吧。我走了啊。很多不成熟的想法都给你补充上去了，你看看，如果有用你就留着，没用你就把它删掉。请各位就你们手里的这个方案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。我觉得这套规划案是对我们决策的最有力的支持，它说明我们尽早开工是正确的，尤其是在当地公路即将通车的前提下，带动当地的经济飞速发展，我们一定要走在前面。我不同意，我觉得这份报告只关注了当前的经济效益，忽略了针对当地的特点长远规划的考虑。环境怎么办呢？我们开完矿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吗？晋江总部吗？你们马上上网搜一下，我这里刚刚发过去一份报告，你们马上给陈总送过去。对，马上。这份规划案充分说明，如果我们不及早开发，我们将走在别人的后面。再说
这个报告里已经阐明周边地区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保护的环境。我得打断一下，我给大家念一段话。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1958年成立，共有241000公顷，多雨高温潮湿的气候环境，使其成为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，其环境价值不可限量，其中经济植物达565种，特有植物达152种，稀有植物135种，这些都是我们开发生物工程、医药工程、基因工程的宝库。如果仅仅把目光放在当前利润较高的矿业开发上，就会造成植被被破坏，10年以后资源枯竭的状况。20000亩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基因库，20000亩是我们集团向良性循环转型的最好契机，20000亩是我们集团走向世界的希望所在。我刚才念的是这份报告的导语，这才是我们金江集团的真正的规划案。太好了，这个孵化机可帮了咱们大忙了。他说是他一个同学从国外给他推荐的。非常好。陆总，昨晚他在办公室里打了一夜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他说他的电脑突然染上了病毒，他刚给陈总打的一份规划报告突然就全没了。那么巧，刚打的文件就全没了。是，他急得要死就跑来找我，我这儿刚好有一些他原来的资料，所以他就一直打到今天。我知道了，帮他是应该的，人家也帮了咱们不少忙嘛。罗燕，矿业公司那边有什么动向？哦，陈总现在已经回上海了，现在的负责人是沈浩雄，他这两天又准备开采矿石了。沈浩雄？还有，我上海的一个朋友告诉我，矿业公司正在引进外资。我觉得他们对西双版纳将会有大动作。这会是陈少安的主意？我怀疑这一切都是沈浩雄背着陈少安干的。陈总他说什么？他说让您好好看看这份报告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不可能，怎么一夜之间？进来。哥，你找我？你早晨又给陈总发了一份报告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赶了一夜才赶出来的。你的电脑不是坏了吗？我跑到别的地方去打的。浩然啊，嗯，你现在你开始跟哥哥打哑谜了？没有啊，我想我跟陈总约好了，今天开会前必须给他发过去。做人嘛，必须得讲究信用。我就跑到……你这慌不择路，还居然跑到对手那边去打报告，你也想得出来？哥，随你怎么说吧，你怎么处分我都可以。算了，这件事情我先替你保密，你跟谁都不能说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。谢谢你哥。你小子从小就爱给我添麻烦，不过你这手也够快的，怎么一夜之间就把报告打出来了，而且好像还添了很多新内容。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还有谁啊？我能不说吗？哥，我先走了。
犀利波香。这上面真的让波香出去？嗯，你就放心吧，瑞士那边啊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而且波香啊获得了3年的全额奖学金，他去瑞士的费用都由对方来提供。只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啊，波香啊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了，这按照国际的惯例来讲呢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但是瑞士那边考虑波香成绩优秀，再加上陈总呢又要求学校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，这才有了这次邀请。如果波香再错过这样的机会的话，那恐怕他不会再错过了。嗯，其实波香跟我弟弟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吧，都有一股难得的朝气，但是对未来呢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，对生活认识的又很肤浅。据我所知啊，他们两个在一起经常是异想天开，而且不计什么后果。嗯，我也是经常劝浩然不要影响波香的前程，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担心波香啊会因为某种因素而放弃这次机会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就看年轻气盛不懂得珍惜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伯母，在您面前现在说了这么多。没关系，沈总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都是为他们好。那行，那您注意身体，我还有事先回去。好的，好，好嘞，再见。哎，好。阿妈，波香。怎么不高兴？阿妈，谁送来的？不管谁送来的，这是让阿妈这些年来最高兴的一个消息。今天是吉祥的日子，燕子筑窝是今天，凤凰下蛋也是今天，我们家孔雀飞起来也是今天。阿妈，你让我再想想，让我再想想，是什么东西让我女儿这么牵挂？阿妈，你别再问了。我们的波香哟，像水一样会变色，开始像四月的江水一样清，末了像泥浆一样浑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女儿那清澈的水突然变浑了呢？你真应该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，去看看。我15岁的时候，陈叔叔把我接到上海，我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大了，自己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什么都是陌生的。可是当我熟悉了那里的一切的时候，老天又鬼使神差的让我回到了这里。那你说哪个才是你的家呢？有时候我也想过，属于我的一切都应该在上海。我的生活，我的职业，还有我的朋友，我的理想都在那儿。虽然在那儿的时候并不轻松。那你想回去，你想回去重新过那样的生活，为什么？哎，别摸！
是啊，下过毒的。等明天啊，孵化器自动调温系统一装好，我们就算不在这里，成批的野孔雀也可以安全的孵化了。那孔雀园很快就会形成规模了。那当然了，虽然后面的问题很多，但是最难的一关啊，我们已经闯过来了。这就是我不想离开这里的真正原因。我要看着成千上万的孔雀从这块土地上飞起。也许你应该留下来。这就是那只野生的孔雀。嗯，阿妈，这第一步啊，我们成功了。你们这些孩子，阿妈，你怎么了？就算孵出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们能养得活它？一只孔雀可以，可成千上百的野生孔雀，你们怎么弄？阿妈，您说这片森林里还有多少只野生孔雀？你那么想找野生孔雀？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也许像晴天天上的星星一样多，也许像阴天时天上的星星一两颗，谁知道？但如果有，就像星星围在月亮的周围一样，野生孔雀是在孔雀树那一带生活，可你们想找到它很难的。孔雀树，伯香，你去一光那里看看，阿妈要的糍粑她做好了没有？伯母，那我也回去了。等一等，沈专家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沈专家，我们傣家的孩子不像你们大城市里的孩子，伯香能够出去深造，在我们方圆十里的傣家寨看来，就是孔雀变身凤凰，鹰飞上了天。可伯香他，沈专家，你是同意他出去呢，还是不希望他出去？您的学问大，我想问问您的意见。伯母，出去对伯香是件好事。那么你说这孩子不愿意走，又是为什么呢？也许是因为孔雀吧。只是孔雀，能拴住伯香的心吗？沈专家，谢谢你这几天对我们家的帮助，钱我会尽快还你的。不不不，一定要还，沈专家。我是老了，嘴也絮叨了。听我说一句，森林里野果多，有甜的、酸的、红的、绿的、大的、小的。你去找你最爱吃的那一种吧。伯母，我明白了，打扰了。
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可救药了。为什么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往往在你快失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宝贵？这个问题我正想问你。也许是一种相互依赖吧，也许是一种错觉，也许并不宝贵，也许失去了也就失去了，但也许，对，也许他就是你的唯一。他就是你的唯一。会飞的鱼，我们同时说了一句话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红月亮，我累了。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它牵动着我，我心里已经被揪得很疼了。他是你的唯一。他是你的唯一。怎么，又自己跟自己说话呢？刘艳姐，嗯，你是不是也愿意我走？难道你不想走吗？还是有什么牵挂让你舍不得走啊？哎，问你一件事，那天晚上浩然在你的房间赶了一夜报告，他的电脑怎么坏的告诉你了吗？他就说是病毒。真奇怪，不该坏的坏了，不该走的也走了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你离开上海的时候太匆忙了，好多衣服你都没有来得及带上。孩子怎么样？挺好啊，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。我能让咱俩的孩子轻易被打掉吗？是啊，这孩子对你很重要。对你不重要吗？你怀着孩子还走这么远的路，何苦呢？哼，我怕孩子出生以后找不到爸爸。罗燕，这里的环境很艰苦，你要注意身体。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。你什么时候走？嗯，我可能不走了，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靠你的，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。哎，浩雄，记得在上海的时候你跟我的一个朋友借过一张病毒盘，当时你觉得它好玩，我的朋友想要回去，还在吗？早扔了。扔了就算了。我明天要回趟上海，等我回来了我们再说好吗？说什么？再说孩子的事情。好吧，我等着你，你走到哪儿我都等着你。那就先这么着，再会有期。浩然，嗯，明天我们就回上海好不好？
我真的很想爸爸了，而且我老觉得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一样。怎么会呢？他怎么会瞒你呢？嗯，不对，他的身体现在越来越不好，我真的怕他。雨露，你先回去也好，好好照顾你爸爸。嗯，那你呢？我在这里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。不，要回就一起回，如果你这有急事儿，那我就等你。雨露，竞标还没有开始，这片森林的命运到底如何谁都不知道。再说我在这里研究的课题也没有完成，我的时间不够用啊。傻子，竞标是你哥的事儿，还真以为我爸用你这个书袋子去冒险啊？怎么，你们都这么认为？好了好了，也跟小孩子一样嘛。关于那个孔雀论文，你已经实践得很具体了，哪能都做到呢？是不是？这次啊，你一定听我的，我们一起回去，啊。出去以后多写信，注意安全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窗子关紧，别吓跑。阿妈，我都知道了。阿妈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如果家里面有什么事情，你就去找艾坚和玉光，我都跟他们说好了。妈也舍不得你走，可是我们的波箱要飞呀。你要记住，飞得越高越好，因为你流的是我们傣家的血。去吧，带上你的小孔雀，再去小屋看一眼。阿妈，我的女儿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？去吧，她已经在那等你了。徐总，又想去陪那些孔雀睡觉？哎，没门！雨露，你给我坐下，说不许去就不许去。那些孵化器已经运过来了，我必须帮他们去调试。哎哎哎，你这个人有没有原则啊？你到底是帮谁啊？雨露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一直就想完成这个孵化器的自动调温，现在就差这最后一步了。我告诉你吧，沈浩然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给你收拾东西的。雨露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是不放心。拜佛都拜到最后一步了，你就让我完成了再走好不好啊？你就记得那些孔雀呀、花儿、草啊什么的，你就不记得有个我吗？雨露，你吃药了吗？你还记得，还记得我的病啊？雨露，别任性了，你的病就怕赌气，啊？你知道就好。那明天我们就不走了。哎，但是你这两天都得陪我。可那些孔雀，还那些孔雀，你想气死我是不是？
有那么大的一个怪物，足有两层楼高。我心想，这下可遇到魔鬼了。于是，我就走啊，走啊，我就走啊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发现它是一条搁浅的鲸鱼。好了。哎，你带我到这来干嘛？等下就知道了啊。情况怎么样？好，来。陈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了，就是不注意得了急性肠胃炎了。那好些了吧？好多了。你阿妈怎么样了？我阿妈站起来了，她让我问你好呢。这就太好了，那边的事情啊都离不开你阿妈。你这回来了还住我原来给你安排的房间啊。雨露他们都快回来了。我找浩兄有点事情。那陈叔叔我先走了。哎，您多保重啊。好。好吗？再见。陈总得什么病了？
没什么，小病。小病？小病要住院吗？林陈总不让我说。阿雄，你看看这份报告。请问一下，陈少安的病历是在您这儿吧？就是特护科三号病人。哦，您是他什么人啊？哦，我是他女儿。嗯，顾医生没跟您说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给你看。什么？郭大夫嘱咐过，未经许可，他的病历不可以随便给别人看的。你是不能随便看的吗？要不然的话我可就麻烦了。你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离开这吧。快快快！陈总，我也是为了集团好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。其实，不管采用谁的建议，我都希望咱们集团能够按照一条理性的道路发展，而不是靠幻想和激情做事。你是说你弟弟的报告啊？凭借的是幻想和激情吧。可能是我太心急了。你的报告是先送来的，而你弟弟的报告是后送来的。可是董事会却采纳了后者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陈总，我知道错了。错在什么地方？这样吧，明天董事会的会议由你来做关于开发西双版纳的报告。好的。浩然，这两天辛苦你了。没什么，我要不帮你们我心里也别扭。你们孔雀园的构想是正确的。你们的想法也很好啊。是啊，一方面以公路为契机开发原始森林的潜在资源，另一方面呢是保护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。但我觉得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会更好一些。看来你已经有了具体的想法了。哎，我倒真想听一听。我想分三步走。这第一步，完成对孔雀的孵化、繁殖和放养，这也就是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。第二步呢，建立挖掘原始森林中尚未开发的动植物基因库。第三步就该见经济效益了，利用这个庞大的基因库，建立生物、医药、化学的研制基地。照你这么说，到时候不但社会效益还有经济效益都是空前的，你们两个集团就可以跨越几个台阶，迅速地成为世界上强有力的经济航空母舰。那就不是仅仅开几个矿赚一点利润可比拟的了。你这个想法跟你们陈总说过吗？陆总，您真的不了解陈总吗？如果说我这么多年没有扶过一个人的话，现在我真的要拿陈总作为我赶超的对象了。陈总是个真正的男人，但又是我所见过的活得最艰难的男人。陆总，我就要和雨露回上海了，我们
准备结婚。是吗？您去吗？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我邀请您去好吗？谢谢。浩然，你爱我女儿吗？您怎么想起来问这个问题？不为什么，我只是从一个女人，一个做母亲的角度，感觉得出这个答案的。确实不爱雨露。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但是我心里的确是很难受。你心里已经有了别的女孩，是吗？我觉得最懂我的人有两个，但都不是雨露。一个是虚幻的，我找不到他；另一个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却又离我远去了。我女儿知道吗？也许他不知道。你错了，沈浩然，你太轻视一个女人的直觉了。无论什么年龄的女人，无论什么素质的女人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有一个敏锐的直觉，一个对男人的直觉。所以雨露现在是痛苦的，起码比你痛苦。阿姨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在事业上你是个专家，但在情感上你还是个孩子。沈浩然，也许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但是我让你记住，选择和被选择都是爱。好多年，你说我从没改变，不觉悄悄挂上你的脸。好多年，你说我已经改变，但我却依然在深情的期盼。好多年，好多年，求你再向前一点点，温暖我，不要让我面对你沉静的双眼。好多年，好多年，我只求你再靠近我一点点，心疼我，不要让我徘徊在你我的爱恨之间。咋咋咋咋多少声音